松赞宁寺，云南省规模最大的佛教寺院，被誉为小布达拉宫。寺庙依山而建，在松赞宁寺脚下抬头就可见一排排金灿灿的装饰。寺庙外形高矮错落，层层递进，穿过大门，走过100多级的台阶才能到达寺庙最高处。殿内有很多佛像，听导游说最好不要跟佛像拍照，所以我们就不拍了。寺庙外镀金铜瓦的建筑神圣又辉煌。眼角的铃铛发出清脆的声响，还有被誉为吉祥鸟的乌鸦盘旋在半空中。听说只有幸运的人才会遇到吉祥鸟漫天盘旋的景象。